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春满阳讲堂。今天是2020年7月16号。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点击订阅和点赞，谢谢大家。今天呢，准备给大家讲一讲怎么种萝卜。因为前两期我就有意识说了，头伏萝卜，二伏芥，三伏种白菜。在大温地区乃至在整个北美，现在种萝卜的时间到了，所以大家可以动手了。那说到种萝卜呢，很多人也许有同样的经验。今天早上还有人发图来问我，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两个问题，一个，萝卜种下去以后，这个枝长杆长叶子没有结萝卜，这是一个。第二个，长了萝卜了，它根大的，但是很多分叉的。第三个，长出像萝卜的东西，其实根本不是萝卜。那这三种情况呢，像第一种情况是品种的适应性问题。品种呢，应该选择本地品种，或者说在本地经过实践种植成功的品种。那还是那句话，如果从中国带种子来，我不太鼓励，不太主张。即便要带，只能带就说纬度跟温哥华差不多的同纬度引种原则，再比温哥华南的这个品种越往南，品种的适应性就越差。选本地品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认识一位叫郭等的朋友，他是为做针灸推拿的按摩师的医师。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整个大温地区谁种的萝卜都没有他好。但是他选用什么新品种了吗？没有，他选用的品种就是大统华买的品种，也是本地这个种植实践以后成功的品种。所以的话，品种选择上，像原来这个素里这个大统华卖的那个白萝卜品种就没有问题。第二一个是萝卜长了以后被虫啃的问题，那这有一种根蛆，还很严重。怎么办呢？我请教过种子公司的有关种萝卜成功的专家，这种根蛆的话，其实可以用这个来解决的。它是用来治这个奇草的，但是呢，其实它是一种菌类做成的制剂。这个菌专门感染在土壤里面的这种类似奇草的这种白白胖胖的小虫子，就是 larvae， 它的这个小虫子。所以的话，啃萝卜的根须也是属于一种 larvae， 可以把这个用上。那第三种情况其实就是大根病。大根病是所有十字花科带的毛病，只要在这个地里面连续种了三年十字花科的菜，你再种萝卜都有这个毛病。为什么我选这个大桶来种萝卜呢？因为我这个地里面种了很多年的这个荠菜、芥菜、紫芥菜，种萝卜的话十有八九会得这个大根病。我这用的这个盆土是在外边堆放了五六年的土，根本就没有这个种过什么东西，没有种过这个，至少是蔬菜类没种过，所以的话得大根病的机会就很低。那就是说到种萝卜呢，话说回来，其实刚才我都讲过了，那就三点。第一，把握种植的时机，一定是在7月15号到25号之间。昨天15号进的头伏，那就是头伏结束的，就是25号，所以请在这个时间种。第二一个，要选择适合的品种。我选的这个是本地的这个种子公司的 West Coast Seeds 的白萝卜品种，已经有人种成功过，没有问题，所以我选了它。
第三一点，防治大防治根区，那就是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我没用过，有人说成功过，我今天试试看，我相信它的原理，它是种菌类，不是化学药品，所以可以放心的用，用量的话按照它建议用。那就是再一个就是大根病的问题，大根病的问题的话，选用放心的土，所谓放心的土呢，就是一定是没有种过十字花科的，因为十字花科的话就包括的范围很多，白菜、青菜、小芥菜、甘蓝，包括荠菜，通通是十字花科的，所以这有点难，而且即便你去买新土也不可靠，因为新土的话，往往有的卖土的公司，他用的就是别人的回收土，就是别人从地里面用了，这个挖出来了，觉得有毛病了，拿出去倒了，结果又被这些公司又给这个回收过去，再卖出来，所以新土不一定，新买的土不一定可靠，我这个是在外边堆放了放心的土。把握好这几点，种萝卜就有希望。我看你看大家看到我在这放的东西，这几种东西，这是前几天我讲过的，用大桶堆的肥，下面已经落下去了三分之二以下，是三明治坊堆的土，堆的肥，这上边这三分之一，差不多有四十多公分，是纯粹的土。它是这个放了这个五六年的牛粪混沙的土，我希望不会有大根病。再一个，用了这个土以后，我加上了土壤活化剂，这一桶的话面积不大，我就撒了差不多三十克，再给种子 ，viscosis 种子或大同花买的种子也可以的。另外，我做的一点改进就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这里面的这个种子，有白色的，还有这个褐色的。仔细看，白色的这个是包过一的小萝卜种子，就是土上这个小萝卜种子。那褐色的这一个是没处理过的这个白萝卜种子。我为什么把它两个混在一块种呢？两个原因。第一，小萝卜，樱桃小萝卜长得快，差不多40天50天就可以收了。它这个，但是白萝卜呢，要到80天90天才能成，所以它们两个生长时间上没冲突。到苗区的时候稍微有点挤，但是那个时候小萝卜，樱桃小萝卜也该收了，收了樱桃小萝卜，把空间留下来给这个白萝卜，刚刚好。同时的话，为了防止根区的问题，除了用刚才那个除了用这个以外，我是希望用小萝卜作为一个吸引根区、抵挡根区、稀释根区危害的一个措施来做的。那樱桃小萝卜吃它生长快，吃得早，吃了以后那就把空间留出来给白萝卜。种子呢，我现在撒好了，但是我没严种，我准备怎么办呢？我旁边准备了细土，因为这个严种也是很重要，严种不能深。这个种子的话就是2毫米这么大直径，那薄薄撒一层土撒上去就好了。我会陆续跟踪报道我种的这三盆萝卜的情况，看看到底怎么样。谢谢大家的观看，祝大家身体健康，瓜果飘香。